气势磅礴的空中梯队呼啸而至，受阅的12个梯队，共151架飞机，率先飞过天安门广场上空的是多机编队的领队梯队，带队长机是空警2000预警机，担任护卫任务的是被誉为空中仪仗队的81飞行表演队，蓝天骄子携雷霆之势展空中雄姿。经过广场上空的预警机梯队，由空军某师2架空警200预警机和6架歼11战机编成。该型预警机是我国自主研发的信息化支援保障装备，大大提高了低空远程探测能力，增加了空中作战指挥控制手段，扩大了作战指挥范围。接受检阅的轰炸机梯队由9架轰6H 飞机编成。近年来，空军侦察预警、指挥控制、打击力量和综合环境体系建设不断完善，信息化支撑环境明显改善，体系作战能力大幅提高。受游击梯队由2架轰油6空中加油机、4架新型歼击机编成。我国自行设计的第一代空中加油机可同时向2架受油机加油，使空军航空兵远程机动和持续作战能力有了大幅提高。由海军航空兵某团15架歼轰7A 飞机组成的歼轰机梯队呼啸而至，海军航空兵已发展成为拥有歼击机、轰炸机、反潜机、电子干扰机等多机种航空兵部队。歼击轰炸机可斜挂空空导弹、空舰导弹等武器，是未来战场上的长空重舰。而来的歼击机梯队分别由16架歼8F 飞机、15架歼10飞机和12架歼11飞机编成。
这三型飞机都是我国自行研制的全天候多用途作战飞机，是夺取制空权、空中进攻和国土防空的主战力量。与新中国一同诞生的人民空军，历经几代人艰苦奋斗，始终坚持依靠科技进步提高战斗力，构筑起保卫国家安全的蓝天长城。60年来，人民空军日夜巡航，时刻守卫着祖国领空，出色完成党和人民赋予的各项任务，为维护国家安全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。呼啸蓝天、壮志凌云的空中梯队，显示着中国空军整体作战的强大威力。人民空军将不断向着新的高度奋飞，以豪迈奔放的蓝天航迹，书写于无愧于伟大时代的壮丽篇章。飞行的三个直升机梯队由10架直八直升机、18架直九侦察直升机和18架直九武装直升机编成，分别来自空军航空兵空降兵部队和陆军航空兵部队。直升机以其广泛的战场适应性、战术灵活性等优势，担负着低空侦察、兵力输送、对地攻击、空降空投等任务，在反恐处突、抢险救灾、航拍测绘等非战争军事行动中也承载着重要使命。轻骑比翼，气贯长虹，威武壮观的空中编队与天空浑然一体，与大地遥相呼应，为庆祝新中国成立60周年大阅兵谱写了一首雄浑磅礴的空中交响曲。最后飞抵天安门上空的教练机梯队，由空军某飞行学院15架教八飞机编成，驾驶高级教练机的全部是女飞行员。长空花木兰，云天娘子军，与男飞行员比翼齐飞，在万米高空
赞我河山。他们以娴熟的技术翱翔天空，以浪漫的激情写意蓝天，以独特的巾帼魅力接受祖国母亲的庄严检阅。